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杨绛改变命运只有一个方法。提到杨绛先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他是钱钟书的妻子，但实际上杨绛远比钱钟书成名要早。他的戏剧被搬上大荧幕的时候，钱钟书尚且没有开始写那部被众人熟知的《围城》，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说钱钟书是杨绛的丈夫。杨绛先生是我国仅有的几位女先生，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小觑。她的作品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，可真正影响我们的何止是作品呢？仅仅只是杨绛先生本人就足够我们敬佩和学习了。1997年早春和1998年岁末，杨绛先生的女儿钱媛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，这对于一个当时已经87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但一味沉溺于悲痛里并不是杨绛先生的格局，他抵住万念俱灰之痛，翻译了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中的《斐多》，这是杨绛先生的跨界之作，也是他首次从文学的范畴进入哲学。很难想象一个将近90岁高龄的老人如何能在先生和女儿先后离世的情况下，依然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，持之以恒地做学问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已经不是热爱了，而是一生的事业和责任感。他的敬业和专业给很多年轻人上了一课，更是活出了一个女性最伟大的模样。提到杨绛先生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本风靡全球、再版高达100多万册的散文集《我们仨》，可却鲜少有人知道这是他96岁高龄的时候出版的。这本书里最触动人心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。”在这本书里，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、自己的家庭，读完以后让人忍不住惊叹，原来真的有人在过着我们向往的生活。为什么杨绛先生可以一生通透洒脱？这跟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和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。一个人只有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拥有足够宽的眼界和足够大的格局，才能遇事不慌，沉着冷静。因为他见过世面，他的人生阅历告诉他，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，无论多大的问题，只要人在就总会过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钱人很多，但真正活得有质感的人却很少很少。有钱的人如果没有精神素养，多半人富但心穷，而有一种则刚好相反，即便一生清贫，依然活得自由自在，格外富有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些过得不好的人往往只有一个原因，读书太少。恰如杨绛先生那句，你过得不好只是因为想得太多，读书太少。为什么读书太少的人往往很难过得好？并不是因为读书本身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物质财富，而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，很多东西都会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。知识方面，我们会学到很多以往没有见过的东西，懂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懂得少，因为你早晚会明白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精神层面，我们的眼界会随之变宽，格局会随之变大。当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宽度和广度逐渐增加的时候，其活动的范围就不一样了。北岛曾说，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并不只是指脚步，更是指精神世界的宽度。见识越多，抱怨越少，反之，见识越少，抱怨越多。一个精神世界足够丰富的人，于是不会抱怨，只会想着改变，因为他知道抱怨无济于事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让问题加剧。
除此之外，还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杨绛先生是一个视书如命的人，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埋头读书。他的父亲杨应杭曾经问他，如果一个星期不让你读书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？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回答道，一个星期都白活了。这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。杨绛先生一直认为，如果人不读书，日子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寡淡无味，了无生趣。只有不断的读书，不断的学习，才能离想要的自己越来越近。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，杨绛先生经常泡在图书馆里，他和丈夫钱钟书面对面坐着，什么书都看，看完两个人一起交流。杨绛先生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，却不知道他法语完全是自己自学的。他喜欢钻研一样东西，亦或一门语言，他沉迷于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，越是学习越是睿智和通透，对于生活自然也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从牛津大学回国以后，战争爆发了，杨绛先生和丈夫钱钟书的日子过得极其艰辛，可即便这样，他依然没有放弃读书。不管外界发生怎样大的变故，他始终有一颗淡定从容的心。一个人的气质源于岁月的沉淀，这是书本给的，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的习惯给的。普通人想改变命运，往往只有一个方法，读书。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读书和不读书过的是两种不一样的人生，就像杨澜说过的那段被传播甚广的话，女孩子上那么久的学，读那么多的书，最终不还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，打一份平凡的工，嫁做人妇，洗衣煮饭，相夫教子，何苦折腾呢？但我想说，我们的坚持是为了就算最终跌入繁琐，洗尽铅华，同样的工作却有不一样的心境，同样的家庭却有不一样的情调，同样的后代却有不一样的素养。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，只有读书才能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上升一个层次，眼界不一样了，格局不一样了，所处的高度自然不一样了。如果有机会，好好读书吧，书中的世界远比你想象中更精彩，读书的意义远比你想象中更重大。你过得不好，多半因为想得多，读书少。希望杨绛先生的这句名言，你我共勉。好啦，今天为你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守候。